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及改良，让知识得以快速传播，民智大开，人类文明大幅跃进。如今21世纪，网络和电子阅读载具盛行，影响之大，却让纸本书荣景不再。全面3.5折，现场的图书全部依照定价打3.5折。我在这边经营了30多年了，那重庆南路从100多家，现在剩下10多家。教育部公布的各级学校图书借阅状况，也反映了阅读形态的改变。我们也发现到这个借阅的现象出现一个蛮有趣的哈，就是小学生的借阅的频率比大学生来得高很多，但是在电子书的借阅册数却是增加了1.3倍。2000多年来，人类累积的智慧资产，只消指尖一点，就能跃然眼前，不分老少，人人都难以自觉于这股潮流之外。一本电子书提来呢，人伊都会当，安尼，规间厝的厨房吼，拢会当搬出去外口哩，古法新知呀，吼，这都是真无简单哦。你看，咱唔通人老，师傅都讲哦，这个年龄来啊，咱应该爱学啊啦，老人呢爱用脑筋。要脑力激荡吼，才不会呢脑退化掉。那都系安尼呢，咱才定定真聪明啊。咱要读来后世出啊，啊后世来吼，可能吼无纸一纸啊啦，可能老后世来呢，拢是呢这个电子书哦吼。画面中，学生正使用平板电脑解数学题。2016年，台北市教育局在17所学校试办5纸1画教学，学生不论考试、交作业，从课前预习到课后复习，一切都在网络上完成，老师也能掌握学生的状况，不会浪费纸，很方便啊，可以让大家很快速的学习。就是比较方便啊，就是连线的比较快啊。我可以事先派作业给孩子，他可以课前的预习。那预习来之后，发觉学生有一些学生不会的，那我们就在课中呢就做一个检讨练习。然后呢，再做测验，发觉他不会呢，那我们就做派作业给补救教学。老师教学，学生研读的，未来可能不再是纸本书。2016年第一届电子书设计大赛。得奖作品中可见到电子书影音丰富，具有互动性的特点，例如结合导航功能的旅游书就获得了评审的青睐。因为我们自己带小朋友出去的时候，那个经验都是让人很紧张的，然后很焦虑的，然后他就只跟我说，那不然你就精简的介绍这个景点，然后特色要注意的事项，照片文字。如果从未来长远的趋势来看的话，电子书一定是越来会越普遍，然后这是一个不可逆的现象。为了跟上数位阅读的脚步，创刊于1967年的《慈济月刊》于2007年3月推出了电子版。所以这当中的科学啊，咱爱来给应用。定爱赶紧利用科学，不用白不用嘛。师傅大家嘛伫咧利用科学啊，我嘛足感恩有科学啊。所以咱才有法度今仔日咱的主持呢，会当头讲绕了全球啊，这都是科技吼，科学的发达。既然有呢，咱都爱利用啊。无听到恁在座的讲，哎呦，师傅，我吼那看月刊吼，我都安尼看甲真辛苦啊！啊，电脑我也未晓用啊吼，那学啦，
啊，我嘛咧学了吼。啊，其实咱真正少学一个吼，对电脑好处啊，其实呢，恁家的囡仔这么大部分啊，拢嘛是有网络较多啊吼，所以呢，咱会当用电脑，叫做电子书。电子书吼，我感觉足好看的，就是滴，伊会当放大，会当放大。有当时阵吼，咱若干呐讲迄本书啊，对我来讲吼，我的目睭只啊要看安尼个字吼，足吃力的。啊，我若伫迄个电脑的面顶吼，我甲伊放大，啊，伊个字就足大个啊。所以吼，看阁好细。啊，咱这本书呢，咱嘛袂讲安尼看了阁学袂办嘛。啊，收集起来的时阵呢，阁那是固然嘛是无地藏啊。甲当掉呢，啊，你敢干呢？唔干呢？吼、哦！啊，你若咧学别人呢，人感觉这话看是过去啊，心里也不大高兴啦。啊，咱嘛是会当呢。用电脑书，每个月拢得。电子书解决了收藏空间有限的困扰，更能让藏书随身带着走。市面上针对行动装置所开发出的应用程式，也就是大家常说的 App， 琳琅满目。上人所讲述的《无量易经》《妙法莲华经》也设计成 App。并可选择不同语言字幕观看，时时都能熏习法香。师姐好。嘿，你好。在看妙莲华吗？对。然后跟您分享，我们现在大爱台啊有出一个 app， 然后它是免费下载的，你只要去下载下来啊，它就有每一天上人早上熏法香的内容，那您可以跟着书一起看。那这样子就是上人当年开示的内容，那书呢，它是很完整的整理，那这样配着一起看会很圆满。周恩中任职于静思人文，在北区数个静思书轩负责门市辅导，常可看到他和顾客分享自己阅读上人著作的心得。因为有时候我自己在读上人的开示，或者是不论是书或者是熏法香的时候，那有时候上人因为他博学多闻，所以有时候上人会用某一部经或者某一位祖师大德的开示，然后上人会突然就讲出来了。那在熏法香的时候，那当然我们没有读过，所以我不知道那可能是某一部经里面的哪一个故事，或者是哪一段祖师开示的记文。那书的部分他会帮你整理出来，可是那因为书有的时候碍于版面篇幅的限制，所以他还是会稍微删减一部分。那看上人的开示，或者是那个 app 的时候，会是最完整上人当天的那个开示，所以其实两个是要并行的。我用 app 的时候，我就能跳到我要看的那一集或上人当天的开示。那因为开示是很完整的，那在看开示的时候啊，就比较能多更懂上人当初要诠释的那个意思，那再去读书就能做一个两边的契合。那我觉得既然我有这个问题，那说不定师兄师姐也会有这样的需求，所以跟大家分享。静思出的 APP， 那里面也有各式上人的书籍。那您推广佛法乐在其中，这和周恩中之前的工作有很大的不同。我自己以前在做电视游乐器。那就是在门市销售，那跟现在在静思书轩工作，其实有非常大的落差。那以前在做电视游乐器的时候，可能不觉得那个有非常非常的不好，因为我觉得我也没杀生啊。那可是因为那个时候就一个因缘，那回到了静思书轩。那其实当初回书轩的出发心其实很单纯，就是希望能够广结善缘。那后来自己在看上人的那里足迹或者看人间菩提的时候，才看到上人在讲稀土这个东西。那上人当年的开示其实是说，因为很多小朋友玩电视游乐器哦，玩到心的那个躁动很严重，那有的还要看医生啊，因为他可能躁郁了。那然后上人再讲到稀土这个东西，然后上人就说，哎呀，你做这个东西哈，先毒害了大地，再来毒害孩子的心地，实在太划不来了。
3C 产品中用到的稀土金属，必须大面积开挖土地过滤得来，也是各国为了贸易利益较劲争取的天然资源。产品不断推陈出新，消费者就不断汰换。以电子废弃物中的 IC 电路板为例，虽能透过业者再处理回收，仍会对环境造成伤害。将它细粉碎成细粉，细粉的过程当中，借由这个粉碎过程当中，在提炼里面的金跟钯还有银一些贵金属出来。它除了那个贵重金属之外，它还有很多其他可能有毒的金属。那大家比较清楚的就是镉啦、镍、汞啊、铅啊。三 C 产品也好，包括小家电也好，如果说没有回收的话，丢乱丢弃在那个土地上面的话，它一定会造成更多的那个污染嘛。现在每一个人相信你们的手中都是有一只，什么一只啊？手机啦，哈，每一个人都有，也许有一个人呢，有好几个手机哦，还有呢，现在电脑啦，哈，下面iPad 哦，就，我不知道了。总而言之呢，这些东西还有我们大爱台呢，从台湾啊上太空啊，绕在全球，这种的科技包括在内哦，我等下家己嘛刚刚很忏悔呢。虽然跟大家这么说，我自己我那要利用到了这一些科技，我才能呢为全球说话呢。所以我们呐、要知道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啊？挖山开矿吼，还要呢挖大地破坏吼，让这样的在那炼这个锡吼，那金属的过程中啊，多么污染呐、大地是如何的伤害呀、破坏毒化它，才能取得啦。你我现在在用的科技哦，高科技的来临啦，咱这当阵都很无奈，科技已经遐发达啦，已经真的很无奈呢。虽然呐、我心存感恩吼、但是真无奈哦。您知影内底锡啊、镍啊，那这个哦真多啦。真多物件吼，拢是挖山挖土吼去提炼出来呢。迄个是挖偌大片呐、才会当吃得一点嘛哦。你看山河大地啦、这是吼、做偌多这个业，现在这个作业呢，唔是一个两个做呢，都是呢。几百、几千、几万人的去作业吧。其实呢，我会晓用的呢，嘛才一台尔定，吼。其实呢，这种会晓用的一台是很无奈用它哦，因为呢，无要用纸。所以现在已经呢，科技发达到安尼啊！我那提来我那无看，我嘛无法度头知影天下事啊！我要叫因讲用纸的，甲我运过来呢，安尼阁是爱砍树啊！这都已经呢，你已经成就的物件，你不用它怎么办呢？所以用感恩心啊，惜福的心啊，疼惜它来用它。在这样的大时代呢，我们赶快利用这个大时代的科技。可要知道，我们享受科技啊，其实呢，是为天地呢伤害很大。所以我们应该呢，把这样已成的科技，我们要好好应用，如何净化人心？因为呢，它已经毒化了大地了。
但是呢，科学让它呢，让它能发挥到了如人的神通变化一样的。你可以，我在这里，现在呢，在国外跟你我同时精进的菩萨们，他们跟你们一样，同时在跟听到师父在说话，不只是听到哦，他们也看到，他们天理通、天眼通啊，我呢是心足通啊，这种呢让我们呢发挥了这样的神通，那我们应该要应用在这样的法，法化为清流啊，绕在全球，然后净化人心。所以我们既然呢，就是在这样的时代，这样的科技来伤害大地，我们应该呢要利用它呢来利益众生。郭师姐，你几点要去中国信托收完保？大概3:50左右。哦，好，感恩你哦。好，那个票，睡魔出的票拿了吗？你拿了没有？拿了，我还没有分完呢。会带那个睡魔出的票去邀请他们啦。好好好，要好，我刚才给他们邀请一下。80岁的慈济志工林丽香播出视讯通话，联络吴桂芬资源回收。与一般长者不同，林丽香对于使用科技产品没有畏惧感。我很好奇啊，拿到就一直按啊，按到我喜欢的，我就很高兴，我说我记起来。新的东西我都很喜欢，啊，从小我就很好奇啊，啊，就拿到电子书的时候，刚开始我很烦恼，说那个。捐款不能用，我就开始玩，那就开始写啊，没有办法，我一直摸，一直摸出可以怎么做啊那样，很喜欢了，我就在那拼命摸，乱摸乱啊，有时候按到宕机，桂芬师姐就帮我解机，没关系，来返回，好，那你就看捐款管理，捐款管理，对，捐款管理。你看，现在已经12月，对不对？然后就一项一项，你就看这个点这个，对。这是第一页的，往后页。再返回。往后页。再返回，再后页。好，一项一项看这个。对啊，这样。没错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就下一页。后页，一个。桂芬师姐啊，她都是我的老师啊。她什么我不会，我问她绝对会。电话打进来，她就跟我讲，她。天天到我家，我家做环保4点，他要到中国信托，他都舍不得我年纪这么大，他就跑去帮我拖回来。每天4点都准时会到，我不会的我都问他，啊什么都问他，都绝对姐姐，他很厉害，他曾经是我们的组长啊，我是培训的时候他带我的，所以我就跟他很亲，像自己的妹妹还是这样，我很亲。林丽香的有心，吴桂芬的耐心，让彼此可以教学相长。那这个也是我自己自我的学习，是互相勉励，这是非常好的。因为说有时候，有些出现状况，我自己不会，我也会请教别人啊，这样子请教其他的师姐。所以丽香师姐这部分，她是很想要把它学好，可是每个月她是听上人的法，比较大部分是以电子书为主。那在电子那个我们的功德款部分就是1个月1次嘛，那比较少用，所以1个月1次，那我也是几乎每天都跟他在一起啊，对，那我自己也是自我成长。会员捐款资料管理是净思电子书内建功能之一，利益是为了征信，还有保护捐款人个资。现在我要签木本呢，对，要签木本。先弄上去啊！对对对，你要下载啊，先下载。哦，先下载。先下载网络传输。网络传输。先下载。
好，来这边卡片密码。卡片密码。对，这点下去。点一下去。点这边，点这里。这里啊。哎，对。啊，你电话号码。因为现在咱政府已经开始呢推动，而且真严格呢开始讲个资化。咱那刚写的簿啊人吼，万一迄本簿啊啦丢掉啦，吼、哦，咱是没完没了哦。这是现在的趋势呢，咱主祭人要做人间的菩萨啦，所以咱爱对得着时代。一本书，这么轻轻薄薄的东西，咱可以随心带着，有多少呢？增加咱的智慧常识啊，咱跟得上时代，不通讲讲吼，啊，你老人 LKKK 吼，那咱也是吼，不通讲 K 啊，我们呢，吼。我也有在用电子书啊，吼，啊，我也会晓讲 PowerPoint 呢，PowerPoint 教我，好，你看都会有哦，吼，咱爱对得着时代啊，咱呢爱跟人结好缘啊。因应时代，上人总是不断学习新知，在静思电子书研发初期，上人就提出许多建议。并且亲自使用给予意见，希望让功能更臻完备。现在的技术的状况哈，这样子的一个，比如说上人要开会，然后他希望开会的同仁就把档案直接放在电子书给让他阅读。可是我们对对对，那我们现在用的就是连线，你一定要靠电脑把档案拉到电子书。可是我们希望以后不要这样做，以后就是。我把它东西放在某一个我们的资料是主机里面，所以上人要看的时候，开会开始就会去找要给他看的资料，然后按一下他就下载。我们的韧体其实一直在改，那因为每一次改完之后都要做一次 double check， 对啊，因为我们里面要求的功能还蛮多，所以还蛮复杂的。静思电子书功能虽多。但最重要的，它还是一本书。由是依空而自知大千世界，亦毕竟空，即一切有为诸法的体性毕竟空寂。是故正第一依空之名相如来，为众说法亦常自以空。林丽香平时不看电视，闲暇时刻她会用电子书。复习上人讲述的静思妙莲华，电子书，好、哦，老人家呢，伊嘛要学啊，有心学呢，唔惊袂晓啦，一世人都爱学啊啦，因为咱来世人吼、哦，啊，可能呢，无虾米纸张通好印字啦，可能再下一。辈子我们再来的时候，我们都要用上了电子类的哈的文字啊，电子书也好，或者是平板也好啊，因为电子书也是电子纸哈，那亲像白纸印欧字同款啦。它的好处呢，就是你要大字小字都可以哦，适应你的眼睛呐、啊。可以看得到的，而且呢，薄薄的一片呐、啊，各位菩萨们，我们要用。也许你们都认为说，哦，哎呀，那种好像真怂啦，电子书哈、哦，真怂哈、哦，看来呢也不漂亮啊，但是呢，它很实用啊。不只是实用哦，它都总是呢能净化人心的，没有污染人心的。这信息给的都是呢干净无染的化在里面，很安全的这种在给我们的哈、哦。所以听到老菩萨呢，叫你用心嘛。在那用电子书呢，真的也是很感动啊。在接下来的经文，
佛寿十二小节，正法住是二十小节。不方便阅读的时候，电子书还有语音功能。做环保的时候，我就摆在旁边嘛，哎，帮忙点喇叭的上面点一下，他就女生讲的，他讲到结尾的时候就定掉了，啊，都很贵，那个念嘛呢，啊，声音怪怪的，就觉得很好玩。不论去哪里，林立香的静思电子书都不离身。他做这个的都带到高雄去。对啊，他带到高雄去也是随身携带这个上人的法，就是行动藏经阁。古早啦，师父讲地藏经啦、药师经啦，咱的较早祖亲的委员吼，拢嘛是靠迄个小小的放入音机吼，啊，你行到哪位，带到哪位去，给咱的会员听。啊，咱起码呢，都用电子书，不只是讲吼，会当听，咱阁会当看，唔只是一卷的录音带，伊足侪卷的啦，即吼内底有千外本的书哦，将咱古法新知啦，咱拢伫个内底哩吼。个特工呢，新闻的迄、那个更新吼，同款呢，电子书会当搁再复听，即真好啦吼。师傅会定来讲哦，今仔个几月几日，今仔日吼，几年前的今仔日吼，那天开发生什么代志，那组织人是安怎去投入这种的这个。历史上的今天嘛，足好呀，拢伫电子书的内底。要学讲吼，要安怎看法吼，选择旧华新知啊，或者是呢要听师父讲话啊，或者是要看天下书啊，等等呢，资料是足充足的。这本书应该呢，就是亲像咱带一间大书房啦。那这会当带咧世界行吼。林立香求知若渴，是因为求学阶段他必须分担家中经济，因此读书的幸福他很能体会。因为我爸爸是公务人员，他铁路局的公务人员，他就要赚的也不多，小孩子又多，有些事都要靠自己，我们就去。在菜市场摆食摊，我自己摆食摊，给人家借书去啦，或者卖书这样子。后来我想一想，我再去考高雄女中，那个时候是用考的。刚毕业的时候，去当过代课老师，因为我不是师范毕业的，我是普通高中毕业的。我是从开始读小说，感到对小说书很兴趣，看到那个作家比较好的写的。哇，好好，我就都整个都把它抄起来，啊，越来越喜欢看书，不管什么书我都看。因此，林立香对书总抱持着一份虔诚的恭敬心。我都是这样子哈，南无阿弥陀佛，我都跳着念，我都是这样念的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一边书一边书，我就。抱歉，我不要让我下辈子不会读书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这样子。客家人嘛，哈，有一个敬师情，他们对字非常尊敬。哦，你要敬字，你下辈子才会读书。一念佛，看看会不会下辈子可以聪明一点，不然这么笨怎么办？安尼真好啊，我感觉讲安尼吼，拢心无二用，拢干那在听这尔。啊，不会胡思乱想，人会忧郁症就是胡思乱想啊，我不会啊，我无闲噶，手啊咧无闲，头壳忙得无闲，耳朵也在忙，所以很好。啊，哥一旦上人的话，又可以入心，安尼有好无？真好哈、哦！这一辈子我告诉自己，我要认真写一些东西，下辈子可以聪明一点。我是这样想啊，不管能不能带去，我只能希望能带去啊，不能带去我也没办法啊，
这上人讲的，你有那个好因好缘好果才有好果啊，我就制造看看能不能带起来，下辈子可以聪明有智慧。一定呢，爱赶紧把握时间呐、啊，唔通呢，在这个时间中流失掉了咱的慧命，唔知大家人同意无？同意。是啊，因为时间未留予人呐、啊，只有咱人啊，家己呢爱认真去对时间。同时呢，把握时间，咱今生出世啦，啊，难得遇到佛法，啊，已经咱当到啦，咱应该爱好好利用。真侪人都讲吼，啊，你哪会遮聪明？迄个人啊，就是读过经史册啦。所以呢，啊，过目不忘吼，那安尼呢，看到啊，就随会记哩啦，啊，摕来看呢，啊，就了解啦。过去是求法爱千山万水啦，现在呢是手提大藏经，你敢那一块一支手吼，安尼摕到一片啦，你都规个大藏经吼。拢唔免用着力，安尼用捏的就好啊，嘛唔免讲用提啊，啊，搞啊捏来吼，那就是轻轻这样的一沾，那所有的大藏经拢是伫你的手中哩咯，唔免讲吼，挽救在灵山，唔免呢千山万水去救吼，其实啊，伫这个。电子书的内底呢，它都已经呢充满了真侪的法。迄八头面吼，较辛苦咧。啊，过来咱嘛读一个经史册啦。咱这世人已经开始呢，拢伫咧用电脑。后世人过来吼，咱从做囡仔开始就讲，哦，这本哦我捌哩啊，你唔免甲我教，我就会晓啊啦。好、哦，应该吼、哦，咱爱适应时代，愈来愈来，未来时代呢会愈无错。好、哦，啊，咱早爱学，慢爱学，即马来学，咱即马无学嘛袂用。每个星期三早上。林丽香总会来参加读书会，透过视讯连线分享讨论，成了她看书之外另一个吸收心知、修习佛法的管道。拜了，我们今天拿到了新的书，不晓得线上准备好了没有哈？所以现在请所有线上的家人跟着我们一起哈。好，我们要请儿童区的也跟我们在一起，我们先合照，所以一起哟，来。读书会的内容包含上人著作、新闻时事等，结合佛法与生活，形式生动有趣。地道，咱爱知影道。既来人间修行学法啦，咱呢应该爱了解这个道，要安怎行？你？要安怎通天？所以爱有地道这条路，这条道路道理，咱要安怎通？那咱必定爱先修好意业无量，咱的意业无量，咱爱把烦恼拢总去除，唔通过有。烦恼无明，佮侵入咱的心内啦。这心呐，会当真清楚、明白了一切的道理啦。那安尼，咱的智慧才会成长。咱
己是知道啦，咱敬爱是开导，知影这个道路方向，咱更需要把这条路呢开互通。咱既然学佛啦，学佛咱来了解道理，唔是干那知啦，知啦。敢若知影明晓，而无有透彻了解，安尼，咱是要安怎去带人行这条路呢？所以咱必定爱发心入愿呐，作为一位开导者，也要做开导者。修好心业无障，咱家己的心行真正爱修好好啊，行善道啊，在咱日常的生活中，举手动足啊，无不都是多谢咱祖祖的善恶业。伸伸一个手去做代志，一双手会当帮助人啊。那么，咱的身体行动是要往东、往西，倒一个方向呐、啊，也就是善恶之道。到底你是要去救人、帮助人呢，或者是呢？要去花花世界去享乐呢，或者是在外面为非作歹的代志，这呢，这是咱的信仰，咱必定呢要好好用心，身体力行，做一个修行者的典范。这是修好心业无障，才有法度带人行好这条的道路。咱一定爱清净无障嘛，也嘛都爱成为一位说道者，带人行。也嘛都爱讲予人听，那要讲话予人听，咱都爱真谨慎哦。修好口业无失，啊，讲话啦，咱爱真慎意啊，不妄意啊，咱无有虚言，无有讲唔对的话，这呢，这是爱修好口。学姐、大姐，不是因为你们做的不够，而是说的不够。所以，让我们三次告诉自己，爱上人就要多说自己，起来，爱上人就要多说自己，爱上人就要多说自己。因为我经常跟我的会员讲到上人嘛，我的。跟他谈上人讲过的什么话，那天如果有什么上人说给什么比较重要，就跟他谈，哇，他就很开心，很喜欢我去跟他聊。除了面对面的口耳相传，现代人更常用通讯软体相互传递讯息。静思同仁周恩中也不能自外于低头一族。因为讲低头族的话，应该是一定算是的。但是那上人就说，科技你无法阻止它，往前不管进步或者是更发达。可是，它就像双面刃一样，你要，讲恶法或者是讲一些是是非非，那个传递的很快。可是你如果宣扬正法，也传递很快。那借由一个不管是 LINE 或者是现在的手机或者电子书或者 APP 这样的方式，让更多人或者年轻人也可以借由这样子的方式来闻法，我觉得这个是未来的趋势，也是势必要进行的。
啊，低头吃，我起码怎样都是呢，天天都是低着头啊，在滑手机的哈、哦。科技发达呢，是好，可是坏哈、哦。那其实呢，是福或是祸都不知道，但是我们也是感恩，从造福的方向来看，真的是开阔了知识，当然很好。我每一天呐、啊，一大早呢，我也要依赖的现在的科技啊，把我每一天早晨说的话、成语、讲经啊，就是同步呢送到了分支联络处啊。他们都是三四点呢，就开始集中在分支联络处，跟精神同步的早课听法。从这一点来说啦，弘华立生这一方面，我要很感恩呐、啊。那早餐过后呢，匆匆忙忙，赶快我要进书房，那就是要赶快接受呢资讯，天下的资讯呐、啊。今天的啊、哦，普天之下哪一个国家怎么样怎么样的，都可以呢让我跟大家来说天下的祸祸。哦，这是我天天呢要收纳来的这个资讯啊，往这方面来说，真的是我们要感恩呐、啊，什么云端资讯呐、啊，哈、哦、等等啊，等这都是呢，那大爱的信息呢，在全球都可以呢涵盖下来，不只是台湾人可以听到了成语的。法路心，全球的都有哦，都能听得到啊！这都是呢，是我们要感恩的哈、哦，以用在弘华立生呐、啊，这方面呢，真的要感恩。电子书很方便，它可以预先下载明天早上的成语。那电子书也很简单，因为就是按一个手指头按下去，它就会下载啊，免费下载。那下载下来，借由科技的便利，自2015年开始，周文忠将上人开示的重点从静思电子书上截图下来，并转贴在通讯软体上，与亲朋好友分享。那我觉得这个是我定给自己的日定课。那因为上人说我们要当知道者、开道者、说道者嘛，那你要去说啊，你要去做啊。那说法者，这个就是用现代科技，然后广传这个上人的跟大家分享的《法华经》。那我觉得这个是我定给自己的一个日定课，那某种程度也是一个小小的戒律。那为了众生。我希望大家能够得到这个法的利益，那这是我给自己一个最大的推动力。上人的静思语就是很有力量嘛。那现在借由 LINE， 然后也是一些其他的师兄师姐也看到，然后或者一些我的高中同学、大学同学，然后也有以前做游乐器的同事们，他们也有在看。那我相信，不管每天的成语是一篇小故事，或者是短短的一个佛偈，就是种个善的种子。那希望这个种子在多生多劫之后能够发芽。欲知来世果，今生作者是。让我们从现在开始读来世书，种下广传善法的因缘。不管是每天在门市里面服务任何一个会众，那就像我觉得是当初自己的那个出发心，就是能结好缘。因为不管是一包五谷粉也好，或者一句静思语也好，或者上人的任何一本法典的这个论述也好，都是跟人家结一份法缘。那这个法缘结下去了，多生多劫它是能带着跑的。那在多生多劫这中间的菩萨道，我们在一起修行也都会再相遇。那大家人无所求为师父，对师父做师父想要做的工作，爱师父想要爱的人，恁拢替师父去做哦。你看，这拢总是
一份的缘，嘛是伫过去生中的道场呢。咱共修，那互相呢鞭策勉励吼，所以咱生生世世互为师徒，这回呢，您来做师父的弟子。啊，后回呢，换师父做您的弟子啊。啊，不过呢，不过您大家人一定爱入人群中，去甲真侪人结好缘呐。安尼呢，咱将来五百年前师徒徒，五百年后徒徒师啊，会记哩。以后若看到师父，一定爱甲我教好好吼。这呢，咱一定爱相信哦，甲人结好缘，好人好事啦。人的历史呢，经过咱来口述，讲故事，讲现在的人发心安怎发心，倒位的人真可怜安怎，啊，这咱嘛哪学哪说法啊？恁即卖若无哪学哪说法吼，后边看变哪多舒服啦吼，所以。五百年后是恁要度我的呢，所以呢，还是爱学说法啦，吼，法力心嘛，有法通去度人，吼。这是一位宋奶奶，那我们是。